每次新品开卖，人潮挤爆，果粉接受店员鼓掌欢呼进场，这画面你一定不陌生。你觉得苹果会选择在哪里设点呢？还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觉得101吧。A8 转运站那边吧，大家下车的时候都会看到。101吧，感觉比较多人呢、啊。应该在101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是星光三月 A4、A8、A11、A9，还是微风信义维力后面的神秘店家？有没有可能是统一时代百货？还是松糕店上的贵妇百货 Bella Vita？ 往前走，新一微秀，最多潮牌的 ATT for Fun， 最多人猜到的是台北地标101。全球苹果直营店都各有特色，尽管没有正式开幕营运，就连落脚地点都还在搞神秘。倒是独家在1111人力银行刊登的13个职缺消息，22号正式曝光上线，开始引起求职者高度兴趣，已经在网络事件引起疯狂转载。你会去啊？当那种卖东西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我觉得是一个大品牌，应该还不错。因为它蛮有名的，发展性蛮大的，感觉薪水也高，蛮高啦。大公司比较有保障，想要去试试看。消息走漏，果粉都想进入苹果成为一份子。苹果官方授权的商品专卖店 Apple Store 真的要空降台湾啦！最多的工作、最好的职缺都在1111人力银行。